彩云之南，云岭山脉，活跃着一位年过九旬的国医大师张震。张震出生于云南昆明，从小就看着祖辈们运用中医针灸诊疗疾病，制作滴丸，耳濡目染中，他对中医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是有一次我爸爸得了一个重症伤寒病，有生命危险了，已经叫我的姑父啊开一帖中药就把他治好，所以我感到挺神奇的。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昆明尚无正规的中医院校，一心只想学医的张震从云南省立英语高级专科学校离开，考入云南大学医学院医疗系，他希望能够用日后所学为更多乡邻解除病痛。外医的作用好像没有但医生的那样子有用，所以后来我又考新生，就考的云南大学的医学院。我这人呢，因为打小时候那个学习上面比较下功夫，小学、中学、大学练习一练中医练外医，按现在说都算是学霸。1954年，张震以优异的成绩从云南大学医学院毕业。作为青年团的一员，张震主动要求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他来到了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各旧市锡矿马拉格矿山最基层的卫生所，为生产第一线的矿工兄弟提供诊疗服务。那时候写金星书啊，留在大城市，留在大医院，那是哭鼻子了。我们上最基层是最关键的，所以我就到了最最基层的地方。那么我就是一个劲儿的投入工作，为矿工服务，啊，评为这个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标兵。本身就有着中医底子的张震，经选拔进入到全国首届三年制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学习，这也正圆了他长期以来想要学习中医的愿望。我就是根据这个当时中央的指示，我是牢记在心间的，要是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所以中央要求我们的不是学了你变个中医就行了，能治病就行了，你的对中医理论要整理它，要提高它。我们那时候学习啊，我就把那个过去学的西医那一些个概念全部把它封存起来，当作一张白纸来学习中医。我就感到中医里边是含有客观真理。1959年底，张震从西学中研究班毕业，他的毕业论文《中医临床思想方法之初步探讨》得到了国内中医界的重视。带着满腹的知识和满腔的热诚，他回到云南发展当地的中医事业。我就回到原单位那个医院去建了，把中医科建起来，把中医房建起来，就一个劲儿的搞这个中医药的临床诊断治疗。那时候我们一个小小的中医科有25个病床，我们25张中医病床住得满满的，全用中医，这效果挺好。而西医各科的病人都有会诊吃中药了。在不断积累临床病例的过程中，张震开始琢磨疾病的治疗规律。他既关注现代中医药研究信息，又继承古今前辈诸家学说之精华。如今，张震对于中医症候学的创新已经应用于临床多年，疗效显著。在中医诊断学领域，张震探索了中医疑似症候之间的鉴别诊断规律与方法，在分析归纳症候自然层次结构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辨证分类法，
其后50余年的临床诊疗实践验证了其理论的可行性，对于临床辩证的具体运用却能只检预繁，事半功倍。这也使得张震成为我国研究症候学的著名学者。因为中医讲辨证论治，但是这个症呢很多啊，五花八门啊，什么拔肝辨证、脏腑辨证、流营辨证、流经辨证、胃经一些辨证呢、啊、挺多，但是跑不了三个结构。我就发现这个症有核心，有几个核心构成个基础症，基础症把这个它这是发生在哪个部位啊弄清楚，叫做机体症。而病人来了，首先把这个基础症给把它诊断了，然后看看他这个基础症是多大个范围，发生在哪个内脏哪个地方，就叫做机体症候。然后按照这个机体症候啊，你治疗就有了方向，有了目标，你一用药啊就能够有针对性。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也唤醒了中医药学的发展。1979年，中华中医药学会恢复并在京召开全国中医药学术会议。张震研究中医湿热症的学术论文被选到大会交流。不久，张震被调到云南省卫生厅中医处，受命组建云南省中医中药研究所。张震不辱使命，一切从零开始。虽然困难重重，但他竭尽全力，不负重托。1979年12月，云南省中医中药研究所成立。那时候这块地可麻烦可大了，我是到处跑啊，盖土章盖几十个土章的，才把从零开始把这所建起来。我当时头发是黑的，所建起来我头发也变白了。建所之后，张震专注于中医治疗学方面的研究，阐明了中医疏调人体气机的原理，创建了云岭中医疏调学派。他精心拟定的疏调气机汤经临床化材，用于诸多病种，取得了良好的临床疗效。这个气机啊，听起来很玄乎，后来我的翻译以后就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功能。我经过这么几十年的这个探索，不断的实践研究，就浓缩成一个基础的药方，这叫疏调人体气机汤，简称疏调汤。有了这个基础啊，有了这个平台啊，咱们就非常好操作，就根据病人当时的实际情况再来加什么药，把里边的什么药备用，加上什么药针对性的药，所以用起来非常好用。上世纪末，艾滋病流行，国家中药局和原卫生部、财政部联合实施了中医药治疗艾滋病试点项目。云南省是第二批开展试点项目的省份之一。张震毅然接受组织安排，开展了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的科学研究。亲临临床第一线，就是为艾滋病病人呢，就是掌握第一手资料，他们到病人当中进行辨证论治，摸索这个探索治疗艾滋病的这个处方。张老都告诉我们可正确对待，什么途径会传染，什么途径不会传染，你只要能够科学的按这个规范的操作，艾滋病没有那么恐怖，安安心心的治疗啊。这个病的话呢，不要想听他们啊一般人说这样呢不是那么回事，是吧？这是个慢性病啊，那么在这里面治疗条件是最好的，是吧？张震在全身心致力于中医临床研究工作的同时，
始终不忘中医药事业的继承和弘扬。为让中医药后继有人，耄耋之年仍言传身教，诲人不倦。张老呢，在90高龄的情况下呢，依然呢在坚持在临床上，然后进行我们一些传承代教。我们应该有一颗大医精神的心，解除广大患者的一个痛苦。传承千年的岐黄之术，在世界范围的传播与影响力日益扩大，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开展人文交流、促进东西方文明互鉴的重要内容。我的外国学生不少的，美国人最多，他们都是医生，他们的这个思维方法跟我们的思维方法有点不同。他们对这个中药、中医、中药实际上是基本上没有什么认识，但是你掌握了他这个思维方法，你跟他讲呢，就是汉医的医法正好倒过来，就非常适合他了。阴阳呢，就是用的汉语拼音，阴阳，那外国人接受了，而且把气机的概念也给他们讲清楚了。新中国成立70年，一代又一代中医药人坚持初心不渝，铿锵前行，推动中医药事业快速发展，交出壮丽答卷。中国中医药走出国门的脚步也越发稳健。从医70年的张震，对于祖国中医药事业传承发展有着自己的期待。用我毕生的精力啊，来为中医的学术事业发展做贡献。现在天时地利人和是最好的时候，所以我还得发挥我的这个医热，能够多做一些培养人才的工作。